法跟委员会报告，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，现在开会，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。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，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6日星期二中午12:44至13分，地点红楼201会议室，出席委员陈委员曼丽等13人，主席江委员启程，决定事项。报告事项一，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9次会议议事录。决定事项一，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。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。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3案，全部照列。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并被质询。二、请愿案件一，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9案。二、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33案，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，函复请愿人。三、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，77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，尽付并付之请愿人。其他事项，依本院民主进步党不分区顾委员立雄辞去立法委员职务，改推派郭委员郑亮递补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委员。宣读完毕。好，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？如果没有异议，我们会议记录就确定。请宣读议程草案、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。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，请到主席台前登记。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，我们就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啊。那发言后再行处理。现在请宣读。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程草案，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，地点本院议场。报告事项一，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。二至三，委员陈怡姐等拟具《中华民国刑法》，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；《劳动基准法》，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。四、亲民党党团拟具《洗钱防治法》，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。五、考试院函请审议《公务人员升迁法》，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。六、行政院函请审议《海关进口税则》，交财政委员会审查。七至八、教育部函送国家运动训练中心、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基金会等106年度预算书案，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。九、司法院函送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106年度预算书案，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。10、科技部函送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等106年度预算书案，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。11、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6年度预算书案，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。12至57、科技部、内政部、行政院农业委员会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、财政部、经济部、外交部、卫生福利部、中央研究院、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、行政院主计总处、文化部侨务委员会、中央银行、行政院大陆委员会、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函送书面资料，交相关委员会。58至81、原住民族委员会、行政院农业委员会、卫生福利部、教育部、国立故宫博物院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、客家委员会、文化部等函送预算决事项，交相关委员会处理。82、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。亲民党党团拟具《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播送办法》草案，经审查决议不予审议，请查照案。83、交通、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。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《台湾省铁路工会请愿案》，经审查结果应成为议案案，业经审查完竣决议不予审议，请查照案。84至221，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、教育及文化、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等函为预算决议事项，准予动之。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，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，内政、教育及文化、交通、财政等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等，提报院会请查照案。222至250，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除情形，请查照案。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。第一案至第22案，上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。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。23委员赖世葆等拟具《教育基本法》，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。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。第24案，上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。25委员徐有明等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修正草案，交交通委员会审查。26时代力量党团拟具《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条例》草案，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。27考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，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。质询事项，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。宣读完毕。
朝。议程草案报告事项、质询事项，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继续质询。因为没有委员登记发言，我们就通过啊。那么，另外报告委员会哦，各党团增列报告事项部分与今日上午院会通过重复列案者，是不是可以授权议事处啊予以删除啊？好，各位如果没有意见，我们就这样处理啊。好，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。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三案。二一请愿第四条之规定，系属应提起诉讼或诉愿之事项有四案。三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，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八案，宣读完毕。好，请问对于人民请愿案有没有异议？没有异议，通过。请问有无临时动议？好，没有临时动议，我们今天散会，谢谢各位。